完美告白，爱就要大声说出来。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肤专家金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辽宁卫视完美告白，我是涂磊，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同样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年代团的观察员的朋友们，同样也欢迎你们。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告白者。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叫林凤，我来自重庆，今年25岁。来干嘛？向谁告白？我今天是来向我雇主的儿子齐阳告白。为了能成为他的女朋友，这4年来我做了很多次的整容。你做了很多次的整容，为什么爱一个人要整容呢？因为他那个时候有前女友，所以我都不敢跟他说喜欢他。后来他女朋友出意外分开了。出意外分开了，是过世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机我去他家做老人护理的工作，照顾他老了，然后齐阳也对我很好。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那一刻我对他所有的恨都没有了。那一刻我想，如果他还可以重来的话，我真的会花多一点时间去照顾他的，但是都晚了。但是都是因为齐阳，我觉得这靠谱。我觉得女孩子做一点点的小的手术和美容是可以赞同的，但是像她这样的，就是已经整得面目全非了，连她的妈都不认识她的，我觉得我根本就不赞同这样整。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工作，为了自身去整容，我们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个人纯粹是为了另外一个人整容，绝对不值得去推崇。他的这种行为在大家看来可能过激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年代能够为爱执着，然后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整容的女生，今天又来到现场向他表白的，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去支持他，特别的为他在这个浮华的年代里能够依然保持这种纯情给他点赞。我觉得这个事情完全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真的，
他还是他自己吗？他根本就找不到他自己了，对不对？对，对不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这样在自己脸上大动干戈，真的，你这样是真的对自己、对父母、对家庭都是特别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且如今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是你一走出去，一大帮的美女长得都是一个样子，都是尖脸、大眼睛、高鼻梁，你分不清谁是谁了。是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脸同眼同鼻同嘴吗？现在的女孩有很多很自我、很自私，不会为别人奉献哪怕一点点，可是她却完全用一颗心、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去爱一个人。我希望在这一点上她能够获得我们大家的我们不能因为爱的名义而去绑架了自己，不能说因为爱我就可以去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甚至伤害自己的父母。你更不能因为爱对方而迷失自己，也是自己的。我觉得长得好的人永远不理解普通人的心情，因为不用整就很漂亮，就有很多人爱了，是吗？我始终就是觉得呢，他就是走捷径，否则他为什么要整得跟前女友一样呢？如果这个男生接受他的爱的话，就说明他爱的只是他的前女友，根本爱的就不是他。就算你整得像他，他接受了你又能怎样？这样的爱情幸福吗？没有一个男人喜欢整容过度的女人。男人喜欢一个人是靠感觉，而不是靠一个特定的类型。冠男，我就问你，如果你的女朋友是过度整形的，你还会爱她吗？我绝不会爱她。我可能现在也会喜欢我的前女友，但是如果不是她本人和她长得很像的人来到我面前，我不会有感觉的。会有感觉，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一旦掠过，就会开始有恐惧，恐惧完了之后就开始质疑，质疑之后可能会有一点点厌恶感。我的感觉顺序应该是这样，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事儿你已经做了。你整完容之后见过他没有？没有见过。你是今天要给他一个惊喜什么？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更想让他接受我。因为相貌平凡，吴凤从小缺乏关爱，而老板的儿子齐阳给予了吴凤从未有过的温暖关怀。在吴凤的第一次表白中，齐阳明确表示始终无法忘记已经过世的爱人。为了打动齐阳，吴凤耗用4年的时间，花巨资把自己整容成为齐阳前女友的样子，希望在告白的舞台打动齐阳。那么齐阳会来到现场接受吴凤这份特殊而疯狂的爱的告白吗？我看你现在虽然说你敢穿漂亮衣服了，但你说话的言情当中好像还不是很有自信。你外表上已经不是从前的你。如果齐阳今天能来，在面对他的时候，也请你抬起头，昂起胸，你的从内心深处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你，脱胎换骨。好不好？好，行，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问你几个问题，都是将来可能会发生到的，看你是否做好准备。如果齐阳今天不来到现场，你会怎么去找他？我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来，但是我希望他能来。如果他不来，你会去找他吗？还会继续找吗？会。好，如果齐阳来了，但是不接受，他觉得你整得太像他前女友了，而且他从来没有爱过你，他不过是像一个少东家一样，只是关爱你而已，他跟你之间没有爱情，你怎么办？我会问他，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接受我？如果他说你整得还不够像，再整像一点，再动个10次20次手术，你还会做吗？我会。我的天哪，你可千万别做了，我真希望齐阳别出来。让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5 4 3 2 1，请按键。
你是谁？大家好，我叫齐阳，今年25岁。他是谁？小凤啊。啊？小凤。小凤。小凤是谁？我们家几年前的公园了。那你们这个有多久没见面了？大概差不多4年了吧。4年前的小凤是这个样子吗？她不是那样子，现在漂亮很多。你确定是小凤吗？很确定。你好久没见她了呀。她手上那个是我送的。哪个？红色那个，红色带黄色珠那个，我跟我前度女朋友一起去买的。你跟你前女友一起去买给送给她的？嗯。我相信这4年你所受过的苦、受过的累，以及很多话都想对她说。啊，你接下来你自己单独对她说，好不好？你把这4年的事儿都说清楚了，该说什么说的，好吧？接下来是小凤的告白时间。齐阳，谢谢你今天的暖。我不知道你今天你会不会喜欢现在的我，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这样对你爱的表达方式，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那样对我那么好。你还记得上次我的手吗？被划了一个伤口，是你匆匆地跑出去给我买创口贴，还亲手帮我包扎。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我爸过世，快过世的时候，我不想回去的，是你一遍一遍的催促我要我回去，所以我才回去的。如果不是你，也许我连我爸爸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如果不是你，我不知道，其实我爸爸很爱我。这么多年我没有去找你，是因为我不敢面对你，我不想再一次被你拒绝。我懂。以前在你们家的时候，我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不用做的，但是因为你，我努力的照顾叔叔阿姨，我每天变着花样的做菜给他们吃。我觉得洗衣机洗得不干净，所以我都是用手给你们洗。我全部都是因为你才做那么多的，你知道吗？我这么多年来，我全都是因为你我才活下来的。我爸当时走的时候，我连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我爸爸做过一点点事情。我没有请过我爸吃一餐饭，我没有陪他逛过一次街。但是我在你们家，我都为你全部能做的都做了。我从来都没有为家里面的人做过，我都为你们家人全部都做了。我都是为了能跟你在一起，只要能跟你在一起，不论让我付出多少我都愿意。你在家里，你不光是一个佣人，不光是一个员工一样，很多事情你都会帮我做，很多细节，很多细节的事情，对吧？我打游戏爸妈骂我，你每天都会倒茶拿东西给我喝，对吧？我觉得你，那我都为了你做了那么多，难道你还要拒绝我吗？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成他的样子。因为我第一次向你告白的时候，你说你喜欢他那样的，
所以我才做成他那样的。我当时候你问我，他刚离开我了嘛？可是现在都已经四年了，难道你还放不下他吗？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过来告诉你我喜欢你，我觉得我不能马上就答应你啊，对吗？你懂不懂什么叫？回来了好吗？我重看。貌背后
哎，给大家掌声。大家好。啊。先好。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叫白莲莲，来自内蒙古，今年28岁了。啊，你拿的 DV 是干嘛？这个 DV 并不止今天我在舞台上拿着，啊，在我平常生活中啊，我也是拿着它。我们见过街拍的，但没有像过你这样一天到晚拿这个拍。因为，我是一个即将完全失忆的人，所以我要用这个小 DV 录下我生活中美好的一切，以及最爱我的弟弟。为什么会失忆呢？我小的时候因为一次意外摔成了双侧胯骨脱臼，所以做了4次大手术，然后这个我先帮你拿着好吧，我帮你拍着啊，再拍着啊，谢谢主持人。哎，你要不要坐一会儿？你站得住吗？来，拿个凳子来坐一会儿。我要面临一次大手术，这个手术危险性很大，医生说有可能完全失忆，或者是说我上了手术台再也下不来了。要是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我希望在我临走之前吧，一定要让弟弟回到他的父母身边，不能让他一个人孤单的在这里。那你呢？在17岁的时候腿又开始疼起来了，父母无能为力了，所以我为了不拖累父母吧，然后就离开了家。那你离家出走，你父母怎么放心呢？肯定要找你啊。可以说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08年的时候，我弟弟放弃了学业，放弃了结婚，拿父母给他的结婚用的钱，然后来给我治病。因为我的问题和父母决裂了，彻底的不再和父母联系了。我想问一下，弟弟今天来了吗？今天弟弟来了，是我骗他过来的。骗他来，我说姐今天给你相个亲，给你介绍个对象。来，我们看一下，打开第二现场来。哎呦，弟弟跟你长得真像。弟弟叫什么名字？白俊杰。俊杰你好。主持人好。你哭那么伤心啊？当初我姐没告诉我来是来联盟，我如果知道我绝对不会来的。姐，你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当初我们说好的谁也不离开谁，不离不弃的一直走下去，可是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如果我走了你怎么样？你的手术谁来做？你的钱谁来给你弄？俊杰，你听姐说，姐要是真的有一天上了手术台再也下不来的话，我真的希望你和父母能团聚。因为那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要知道你要让我回家的话，我是不会回去的。我走了，你自己吧。弟弟，俊杰，你听姐说，你听姐说，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姐姐真走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外面，你一定要和他们和好，听姐的。好吧，让你弟弟先在第二现场先平复一下心情，好不好？来，这个上天是公平，总有一个真正爱你的。我觉得你在他心目当中，好像不仅仅是姐姐，我感觉他对你的这种情深意重啊，超过了普通的姐弟之间的情感。他是弟弟，我是姐姐，他要为我付出一切，放弃一切。我觉得我心里很内疚，受不了。DV 拿下，要全程摄录啊！我是坚决支持，不要剥夺别人爱自己的权利，让他留下来跟你同甘共苦。但是他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我是支持的。你们觉得他父母会来吗？
如果我是父母的话，曾经我把你抛弃了，今天因为你的爱叫弟弟来和我们相认，作为父母我情何以堪呢？所以我至少是不会来的，就不要面对这样一个很难堪的场景。我觉得他没有立场来，既然是无情在前面，今天更没有必要表现什么友情不友情的，父女之情母女之情就不需要，那些都是多余的，生活是现实残酷的，既然曾经无情就不要挽回是吧？对，不用。我觉得他的父母一定会来，因为从他的父母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看得出来他的父母的自私，他会来争取弟弟。我真的希望他们能来接受弟弟，我可以一个人。白玲玲五岁时不慎跌倒，导致双侧股骨头坏死，在经历多次手术后病情依然没有得到缓解，现在与弟弟相依为命的白玲玲面临两个选择，筹够钱接受手术却有可能失去记忆，而不动手术随时可能会失去生命。无论是否手术，玲玲的生命都充满了危险，所以他现在迫切地希望与父母决裂的弟弟能回到家中。那么在白玲玲17岁病重之时就与他断绝联系的父母会来到现场接受女儿的告白，带回自己的儿子吗？来，我们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我来问你两个问题，再按键。也许父母的想法是当年我曾经无情，今天也就没有必要挽回，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不来，你的愿望无法达成。如果他不来你怎么办？我会想尽办法让弟弟回到他们身边。那如果父母要是来了，弟弟却不听你的，执意要跟你在一起怎么办？那我也必须让他回去，一定要让他回去。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父母如果来了之后特别的悔悟当初的选择，要你们两个人都回家，你回去吗？我还是不会回去。这个问题你好好想一想，如果父母真的诚心愿意要你们回去，你是不是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好吧，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看看他父母会不会来。5 4 3 2 1，请按键。精锐珍珠提醒您稍后继续收看完美告白。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看看他父母会不会来。5 4 3 2 1，请按键。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内蒙古。为什么从女儿身边经过的时候居然熟视无睹，跟没见着一样？你们很多年没见面了呀。我今天来就是看望儿子。你是想儿子？你是不打算要这个女儿了是吗？他因为家太穷。但这跟你跟他握个手把他搀上舞台有什么关系呢？他应该跟我老人打个招呼。人家不当想跟你打招呼吗？你就一个人愣的就走上来了吗？怎么这么冷漠呢？对自己的女儿，你给她治不治病那是你的经济能力决定的，但问题是你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你看见自己的女儿，你跟没看见一样。我说难听一点，
听我说，你们来干嘛？是钱能解决的吗？我们要的不是钱，我们要的是不离不弃的那份情。当我姐进手术室的时候，你们在哪？当我签那个手术单的时候，你们又在哪？有谁理解过我们？有谁想过我们那时的感受？六年了，没有钱难道连个电话都没有吗？你们可以不要我姐，但是我不能。我长大了，当初我小，现在我大了，我有责任去照顾我姐。我情愿用我的命去照顾我姐。姐，你跟他们回去吧，一家人还像以前一样。来，这样姐姐就放心了。和他们回。也都有病。那你们俩经济收入来自于什么呢？就靠种十亩地儿。就种十亩地。嗯。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啊？也就是八九百块钱吧。一年？嗯，都是山地。一年八九百块钱？嗯，都是山地。十亩地，就种这些粮食，一年的收入才八九百块钱。有时候旱了，完还浇不上水，就一把盖子。对于内蒙古的地貌，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在那个地区干旱。没有河水，没有水的话，这个地就欠收，而且种的基本上都是低值的作物，比如说玉米啦、小麦啦这样的作物，所以一亩收，刨去化肥，刨去一些他们的用度以外，能收八九百块钱已经不错了，一亩地大概就是一百多块钱的收入。我可以这样说，一开始在叔叔没上来之前，我们对他有误会，觉得他对女儿是一种放弃，也没有去找他，但事实上叔叔上来之后说自己一年才八九百块钱的收入，到处借债，给治了四次手术。我当老人的该尽力也尽力了。其实我觉得女儿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是需要家庭的温暖。白玲玲双侧股骨头坏死的十二年间，父母为她四处求医，然而高昂的手术费让这个收入拮据的家庭力不从心。就在女儿十七岁，病情逐步恶化，离家后的几年间，儿子俊杰面临婚嫁，父母省吃俭用，偷偷存下五万块钱。可是，儿子俊杰却偷偷把这五万块钱拿给了姐姐用于治病，一家人因此决裂。那么今天，父母和弟弟面对生命垂危的玲玲，希望他们团聚的告白，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情绪上来之后，把那种误会、那种偏见越来越深，所以我们给对方一个好好说话的机会，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好不好？接下来是姐姐的告白时间，听姐姐想对自己的弟弟、爸爸妈妈说什么。来，接下来是姐姐的告白时间。熊二，谢谢你对姐姐这么多年的付出。每当我走在手术台上，然后有可能再也下不来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真的下不来了，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姐姐是不放心的。你这么多年为姐姐付出实在太多了，我这个做姐姐的实在是对不起。你听姐姐的，一定要跟他们回去，这有可能是姐姐唯一为你做的一件事了。姐，什么我都能听你的，但是这次不能。姐，真的，当前两次你手术我在你身边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因为你身体体质不好，他们告诉我有可能进去真的就出不来了。那一刻真的内心有很多很多话想对你说，可是我希望你能快快乐乐的进去，
能快快乐乐的出来。当上一次我一个人将你送进手术室，直到你出来的那一刻，真的我的内心经历了太多。在那短暂的五个多小时里，是我人生中永远都忘不了的。我真的很害怕，我害怕有一天我真正的失去了，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姐姐。我怕有一天我真的会后悔一辈子。今天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但是我不会回去，无论再苦再难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没钱了我们可以挣，我们只要快快乐乐的，我一定会让你把手术做完，一定会让你像正常的人一样走在大街上。熊儿，谢谢你为姐姐做的一切，姐姐知道要不是因为我，你不可能和父母变成现在这一步，不可能变成这么僵。要不是因为我，你放弃了学业，放弃了自己结婚，如果我真的有机会手术的话，就算我完全失忆了，至少你们是一家人，你们在一起，姐姐就安心了。我不会放弃你们，你们好好谈谈。爸回家。弟弟，你跟他们好好谈谈，这是姐唯一能为你做的事。爸妈，这个钱我收下。我知道你们为我付出太多了，这也是你们一片心意。我这次见你们，我只希望你能和弟弟团圆。弟弟，爸，你们好好谈谈吧。姐，担心吗？俊杰，不管你内心对父母的做法有多么的不理解，今天不说气话，说出自己内心最想说的话，对父母保持一份尊重。接下来我给你一个机会，把你内心真正想说的话告诉自己的父母，跟父母好好的聊一聊，好吧？好。即使这一次我跟你们回去了，我还是会回来，因为我要去给他挣钱去做手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我相信只要我拼命的去工作，一定会给他筹集工作费。无论怎么样，我一定会努力的去给他把手术做一下。哎，给你打过几次电话，也不知道你也不吱声。
功，弟弟呢可以留下来照顾姐姐直到她手术。你们老两口既然身上多病，回家去管好家务事儿，尽情的等待女儿手术成功之后姐弟俩的归来，一家团聚，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好，你们说呢？你否则的话，你就即便是这病治好了，下了手术台了，人是能他还能再接受我吗？去欺骗你的亲人，欺骗你的爱人，这样做合适吗？金润珍珠提醒您，稍后继续收看《完美告白》。我对我的男朋友撒了很多的谎，其实我是有过一段婚姻的。哦，你这个也骗了他？你什么人都去欺骗，你的朋友也去欺骗，你已经毫无底线了，你知道吗？如果我是这个男孩的话，我会怪我自己蠢，我自己瞎了眼。我就是害怕他如果知道我的出身，他还能再接受我吗？去欺骗你的亲人，欺骗你的爱人，这样做合适吗？我告诉你我所有的真实的情况。我来自山东，我家是农村的，我就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爱你。够了，你爱我你欺骗我是吗？你这个骗子。我不是
荣幸要伤害你。我从今以后不要跟你有任何关系，我不想再见到你。叶林辉，不要走。精锐珍珠提醒您，稍后继续收看《完美告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看得出来四个人都倔得很，跟四头倔驴一样。但是倔的人往往有最真挚和持久的情感啊，希望他们能够以后不要再赌气，希望所有的家庭不留隔夜仇，第二天早上起来依然相亲相爱。好，爱就要大声说出来。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肤专家金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辽宁卫视《完美告白》，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